好，谢谢谢谢，谢谢哦，来，我们还没有拿到。真的是一涌而上，看到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来发红包，许多婆婆妈妈、叔叔伯伯上前抢着拿红包沾喜气。快要过年了，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在产发处长李鼎超以及民政处长张渊祥和市议员何淑平以及韩世玉等人陪同下，特地利用假日到信义以及仁爱博爱等几个传统大市场发放新基隆红兔大展的兔年一元红包，祝福市民朋友们身体平安健康，工作顺利圆满，把幸福跟喜气分享给大家。今天我们来市场来发送我们的新红包，来给我一个新红包，市长介绍一下新红包。介绍，我们这个是新基隆红兔大展的新红包。那我一向都是用一元红包了哈，所以这个代表喜气，这个礼轻情意重。我们希望所有拿到这个新年红包的人，身体都平安健康哦，然后工作都一切顺利圆满哦，那我们沾沾喜气。啊，我们也要沾大家的喜气，也把我们的幸福跟喜气分享给大家，好不好？好，好，谢谢。市民朋友除了抢拿红包沾喜气之外，也抢着跟谢国良一起自拍合照，非常热情。谢国良也展现超强亲和力，来者不拒。不仅能够努力，好舒服。擦一下啊！来，发送红包时也巧遇立委高嘉瑜的爸爸谢国良，也立刻送上红包，献上祝福。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